我要问现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有人要战争吗？没有人要战争，我们是不是要和平？大家都要和平。看看香港，想想台湾，我们不要像香港式的和平，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，大家说对不对？现在世界上叫台湾，我们的民主成就获得世界的尊崇，我们的经济实力获得世界的尊敬，有民主价值，有世界支持，有自由防卫实力的和平才是有尊严的和平，大家说对不对？2024年的大选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，2024年的大选是台湾人民要选择有尊严的和平。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台湾人的选择，大家说对不对？2024年，我们继续选对的人，走对的路，让赖清德、萧美琴守护台湾有尊严的和平，大家说好不好？